谁呀？大清早上的，叮当打电话。哎，你醒醒！怎么了？让我再睡会哎，儿。你来电话了，显示你哥。你哥，不，你啥时候我哥？你没告诉我呀？什么？你到楼下了？好，我出去让他下去。不是谁呀？谁下去啊？让谁下去啊？你。不是，让我下去干啥呀？我哥说昨天他的人看到你送回来了，啊，然后一直没回去，让你下去。不是你哥啥实力呀？说话真吓人呢。好了，你快下去见他吧。这，哥，你这车真好。你小子就是我妹养的小白脸吧？啊，这哥话不能说那么难听，对吧？主要是你妹一直纠缠我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嗯，老四，二哥，我去，哎呦我天！我拿你当哥，你是真要当我妹夫啊？我记得上学那阵儿，我给你看过我妹照片啊。不是，你当时我记得你就相中了，但是我也没给你介绍啊。你俩咋混到一块儿去的呢？我去，你这哪是搞对象啊？你这不纯纯搞我吗，二哥？哎，我就说他有点眼熟。哎，我天，真的！我现在去上楼拿衣服，然后我跟他撇清关系，不是，行吗？二哥怎么还脱衣服了呢？二哥，你俩到底干啥了呀？二我哥，啥也没干，你真别误会。昨天晚上他有点喝多了，非得要贴着我，然后不是，他化妆品啥咋还喝酒还贴了呢？怎么到底干啥了？二哥还爹爹了呢？没贴贴，没贴贴，没贴贴，化妆品蹭我身上了，贴着我一点而已。你这。